肯定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的付出与贡献，东森慈善基金会则是捐赠2600条的护手霜给花莲地区的医护人员，而花莲县政府与卫生局等单位也回赠感谢状，来感谢东森慈善基金会对医护人员的关爱与支持。东森慈善基金会执行长关杰林和东森自然美副总经理徐威伦带领的团队捐赠2600条的护手霜，肯定防疫期间医护人员的付出和贡献。县府秘书长张惠表示，感谢东森慈善基金会的三心一举，在防疫期间为社会带来了正面能量。有很多的公益团体、慈善团体也都能够持续给予参与这一次防疫作战的我们医疗护理卫生人员啊，慈善乡镇市的卫生人员，还有我们的美丽的英俊的志工们，大家一起来把这场防疫战给做好。感谢东森慈善基金会，各位可能有所不知，从2007年到2020年，东森慈善基金会他在花莲关心我们偏乡小朋友的营养，怕小朋友在营养不足，所以从2007年到现在14年了，他们在这一部分可以说已经关心到我们的乡亲。副总经理徐惠伦表示，特别感谢前线的医护抗疫英雄以及守护全民健康。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曾在脸书真情流露，医护人员长期频繁使用酒精，双手变得干燥粗糙，甚至严重脱皮。由东森爸爸自称的总裁王丽玲从文章得知之后，便决定以实际行动共同为花莲防疫尽一份心力。记者焦英，华社报道。